危险你啊！好，哇，我真的好怕。那你干嘛用我的手？我喜欢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你个臭小子！哇！啊，哦，没事没事。臭小子啊！你一个臭小子！遇到的是谁知道吗？谁打榜的时候最怕遇到的就是 TFBOY。 哎，我刚想说全台都是第一，就是遇到 TFBOY 我就是第三了。你应该感到很高。现在封锁的时候最怕遇到的就是 TFBOY， 我一旦有他们打过的时候，我就永远打不了他们，永远打不了他们。真的爱我吗？手心这首慢步。